我们转过去啊，我们放羊了，到准备到时间了。嗨，来一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哎，大家好，我张一星。今天我拿到了新浪微博的上班的这个卡牌，哇，很厉害。怎么还有一张？我这张是假的吗？2017年12月24日，蛮酷的。所以我的位置是在这里吗？哇，用电脑发微博还真的是不习惯。哇。我先简单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工作，就是可能每天你要在这儿，编辑框主要是在这个位置。看，现在是我们的工作时间了啊，大家把那个，大家也一起学习学习啊，看看我们的一个日常的这些，就是最热的新闻，就是新闻是怎么出现的啊，是怎么制作出来的？平时。然后一会儿呢，这个环节过后呢，一星会跟大家互动啊。最热的新闻，然后我们在这里编辑。一般编辑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带一个小标题，然后带我们的链接就发送就好。然后图片的话，就是在这里插入。哇。然后在这里看，下面你。Expect 们，你们是不是？很激动啊！现在有没有心颤？发一下第一条微博，就是我们这个打卡上班的这一条。你看一下，你编一下。好，我来打字是吧？对，就是你现在要让大家看到你的这样直播。啊，你觉得没有问题的话就可以点发布了。是不是专注？是不是一星专注的时候也很帅？对，就觉得没问题了，可以发。好像已经哇，心脏快停止了。哇，这我在新浪娱乐的，这叫办公室哈。对，办公室就是今天你是来我们办公室，然后当这个新小编，这一条是你发的第一条微博。关注3085，粉丝2255万的新浪娱乐、啊。对，然后你可以到这里来，就是我们平时一般发了之后，大家看一下一星现在正在编辑的微博，你点一下全部刷新一下，嗯。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条是你刚才发的，你就可以。这是什么？这可以看吗？可以看、啊。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直播呀。直播就是粉丝现在看到你的样子。哦，这样子。对对对对对，啊，那我太有一点没有注意自己形象，很帅。然后你可以回到这个主页上看一下，现在就是粉丝给你的留言什么的，就这个位置可以点。这里啊，对，有点卡是吧？好像是有一点卡。人太多了，我们现在热度挺高的。对，你可以点一下那个评论。啊？对，你给我一下。哇，这手机它有点搞不清楚啊，这个。整个有一点，你可以看到，就是现在粉丝给你的评论，你可以觉得有意思的话，那你也可以跟他互动一下。你可以往下刷。嗯，看我到对面吧，我去对面。不好意思，我去一下。你可以选一下，就是你觉得哪个粉丝留言比较有意思的，你就跟他互动一下，跟他评论一下。翻牌子哦，可以回复他们是吧？对对对，可以回复，想回复什么都可以。那看回复第一个我看到的，表白男神张艺兴，全是表白。对，全是表白。表白女神，新人评论就可以了。人评论已删除，无法进行评论啊，那可能要再换一条，他可能想换一种方式跟你表白，你就可以再缓一下，就是换一下其他的人，就是你看其他人想回复什么，回复这个。大家现在屏幕上发的扣的字一星是都看得到的。这个分手之后你还好吗？这位网友朋友，分手之后你还好吗？分手之后，我觉得推荐大家听一下我的最新新歌，什么什么幼稚啊。50秒前。对。好，这个刷新一下怎么刷？这个是就是这样刷吗？这里刷。这个。对，这个。你日常的时候，你想看更多的评论，你就可以随时刷新。那我想看一下，我现在是以什么样的面貌展现在大家面前？这里。哦，它有一些 delay 是吧？对，稍微有一点点延迟。啊、我来调整一下。你们这也不给我加点什么特效？什么啊？想要特效吗？自带特效。对，这个想要特效吗？我来。哎。发了就
来找一下。让墨者转。好，下一个是要干什么？下一个的话，粉丝，你觉得还需要跟他们互动一下翻牌子吗？不用的话，来我们继续。再发第二个新闻是吧？第二个就是我们，你刚刚不是发了那个你的最新的专辑嘛？然后我们可以再发一下，因为毕竟是送给粉丝的礼物，所以说我们可以再传播一次。哦。你可以打上你对粉丝想说的话什么的，跟他们再表表白。刚才他们跟你表白，现在你跟他们表白。对，你可以敲一下你想跟粉丝说的话，都可以。嗯，我过来不是。艺兴，一会儿今天会给粉丝们唱歌吗？刚才，对啊，刚才粉丝们已经折磨我半天了，要我唱你的歌，我。好，好，哥，你想唱哪一首？哥。啊。哥，你想唱哪一首？我想唱哪一首？我听你唱。啊，别，一起唱，一起唱。是。在一起唱。等一下啊，我先把这个编辑好。嗯。你可以编辑任何一下，大家想听哪首歌都可以。嗯，是这样的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做这首歌的小小礼物，唱英文的小小的礼物。什么白天，什么黑夜，我没有。好，我感觉你们喜欢吗？那是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。我带着我的笔记本电脑，一个人在关着灯的作曲室，写出来的格局。用英文简写啊 ，SD 拼音简写 ，SDYD 啊 ，SDYD。啊，以前大家都在点歌，小小的礼物。有一个是我们的记者，点歌。等一下，我这一两个事情一起搞，脑子会有点乱。那个，大家让一星先忙完工作。看到一面，哈哈，喜欢吗？那是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，我带着我的笔记本电脑，一个人在关灯的作曲室写出来的歌曲。嗯。SDYD。对，是对的，没有错。对。圣诞有之，送给小小的礼物。哦，我现在看到小小的礼物是最多的哦。那一会儿好好可以吗？一会儿我帮你们 Q 一星唱小小的礼物喽。新浪娱乐这么不正经的发这个什么新闻稿也是头一回哈。来，我们可以看看你刚才那条不太正经的微博，我们再看一下。检查一下那个粉丝的反馈是什么样子的，因为我们平时发错了也是会被罚款的。哦，真的？对。这我没有发错吧？应该。所以我们现在赶紧检查一下。在这里。二十分钟前。哦，一行下意识的摸了一下钱包。先看一下。刚才看了一遍没有错字，所以说你可以看一下下面那个粉丝的评论是什么样子，大家对你这份礼物的反响。听你的歌，看你的人。是的。你打五笔还是打拼音啊？打拼音啊！因为刚才我们这条微博呢，其实也有准备给粉丝的福利，在你在发的时候可能忘记这一点，所以我们在那个评论的时候补充一下，嗯，就是告诉大家转发最多的或者是互动怎么样，这个规矩你可以就是自己来定，然后说到时候会随机抽取转发最多的，然后送签名照。转发最多的干嘛？送好东西。现在你可以看看那个一星在干嘛呀？一星今天在我们新浪娱乐的办公室做一天明星小编啊，他在发微博。
一会儿互动是吗？对，但是是靠这个粉丝发来了一段绕口令，是吧？在那里面抽，动物园里有大西抽互动的那个小熊、许小老虎。梅发怒，我的天哪！小福尼，小海豚，发蝴蝶，大鸡，大鸡居，大飞狼，大来牛，大来牛是什么东西啊？来牛，大来牛，大奶牛，啊，奶牛，啊，大来来来来牛。长颈鹿，长颈鹿是什么东西啊？长颈鹿啊，大蟒鞋，鞋大大蟒鞋，小白雀，小白雀是什么东西？是吗？这是小白雀，小白兔啊，鸵鹩，鸵鸟，鸵鸟，大袋鼠，大袋鼠，大袋鼠，大熊猫，大诺驼，大鲤，大鲤鱼。鲤鱼哦，大鲤鱼，丹顶鹿，丹顶鹤，小乌堆啊，它依次是都是有下面有对应的哦，这个还是很绝的哈。大鸡居，大鸡居，大鸡居是什么东西？大蜘蛛，我的天哪，厉害啊！我的天哪，这个找打蛋机的这个朋友啊，厉害了！我的天哪，这都是从哪儿想的？我的天哪！你可以回复他一下，他刚才给了你这段精彩的绕口令，可以回复他一下，翻一下他的。大鸡居，精彩。评论成功。嗯，对，好，你可以看一下下面的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。哎，我刚刚点了叉了，哎，没关系，他会一会儿就出来了。但是现在好像很慢，我们来确定一下我们的微博直播间。去。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一星的吗？大家可以准备好问题啊。这里的评论也可以跟那个粉丝互动一下，可以直接回复一下。送出棒棒糖，对，我们这个是干什么的？这些道具都是干嘛的？是大家送你的小礼物。这个送了这些礼物就可以干嘛呢？就是小礼物，鼓励你。哦，你也可以点啊，送给你自己。你看你喜欢什么也可以点。这个要充值的吧？还有钱？你这钱够吗？好多。棒棒糖还是够的。我想送这个。大家现在，大家现在可以跟一星提一些你们想问的问题啊，还有什么想说的，可以直接告诉一星哦，他现在都看得到啊。今天应该是放肆一下，哇哇哇！你们别破费，别破费了啊！你们别破费了，没事啊。我再转回我们的微博，再看一下他们，你们还有什么样？今天主要是我过来当小编的啊，不是过来当直播的。嗯，这会儿的话可能还是需要你继续看一下粉丝的那个。对他打不出来嘛，不是？这样好了，说好点。对，你可以接着看一下。张艺兴新歌超好听，爱你。我们的小雪花女儿超棒。小雪花女儿是什么东西啊？小雪花女儿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张唱片叫小雪花女儿。哦，你们是这么觉得？哦，是这样，原来是这样。看看啊，日上一乌漆抹黑的环境里酝酿情绪吗？本来只是想写写，想试试。哦，为什么是我？就光摄像。好了吗？好嘞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接着回到那个地方聊你。就是本来这个歌它的，本来这张冬季专辑它的主打是 Christmas Love， 但是。Christmas Love 呢，它的是整体比较欢快一点的嘛，但是呢，那天在房间里在写这首歌的时候，突然就特别有感觉，就是说哇，这首歌比 Christmas Love 比那个那个什么的爱啊，这个会好一些，所以就把那个换了，不过蛮好的，对，送给你们。我每次在别人问别人说，我说你们听没听我的最新的歌曲的时候，我都会问一下，我说你单身吗？啊，他如果不单身的话，一般不推荐别人听这首歌，他有点悲伤啊。
我们再看一下啊，刷新一下。大西极，大西极，真厉害，真精彩。快点，刷的太快了，看不见。那先多吃饭。哎呦，多吃饭，那真是吃不了。现在人呢，要注意控制自己的饮食啊。哎，大家注意身体啊，这各位这容易感冒，现在真的是，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想翻牌的。好，我是欢腾的草泥马，他说了一句“送你自己吧，单身狗”啊，我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他们的名字都还是蛮有个性的。好好保暖。一行，要不那个给大家唱两句《小小的礼物》？刚才大家点了半天了，《小小的礼物》。小的礼物，希望大家在 QQ 音乐上，不，那个那个小的礼物，希望大家在各大平台啊去点击啊去听一下。如果很喜欢这首歌的话，可以听一下，因为这个小的礼物就是为了粉丝朋友们做的嘛。对，但是这首歌的编曲不是我自己啊，这首歌编曲不是我自己，这首歌作曲是我，但是编曲不是我。没有现场版吗？现场版稍微等一下，对，会有更好的平台给大家展示的。春海，明年约春海，阿哥什么意思啊？不是春海，是看海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可能人的这个眼睛有点恍惚。赛文，赛高，我高赛。我的天哪，你们这名字真的是取得很好，我真的天哪，这是这名字我都没法读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你们太厉害了，你们这。行，明年约去啊，明年约看海啊，哥哥，看海行，看海，明年看看有能不能看到海吧。明天四胎，哎，明年专辑会是女儿吗？你猜？哇，我觉得你们真的做小编好好爽啊！很多粉丝说什么都可以说。一星，要不要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工牌？工牌是什么东西啊？那个就是你今天、哦、我看到了，这里有一位说，说实话，这首歌并不是很好听的，填词写的是什么呀，什么的，不是黑粉，不是粉，只是单纯发表。谢谢您的最中肯的意见，然后我会在，今后的这个音乐创作道路上更加努力啊，希望也可以写出一首你可以满意的歌曲，因为确实这个歌曲它的正解，它是没有正解的东西。他每个人对于这个歌曲欣赏水平欣赏的判断的东西都不一样嘛，标准都不一样嘛，所以希望以后会有一首歌嘛，他每个人对于这个歌曲欣赏水平欣赏的判断的东西都不一样嘛，标准都不一样嘛，所以希望以后会有一首。这样蛮开心的哈，大家都差不多了吧，我觉得。嗯，可以。嗯，因为不想耽误你们那个发那个。发正经的新闻，一星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工牌吧。工牌，工牌，对，往后，看看这是一星的入职新浪的工牌啊。你自己对这个照片满意吗？啊，很帅啊！哦，我注意了一下，你这个数字还挺有意义的啊，是今天的日期。对，2017年1224。我们约一下明年的12月24号也过来担当这个主编人。你们都是一般都是请人都是请一天的是吧？长久入职啊，我们希望你长久入职啊。张一阳就是最后回一条啊，这位 ZZ 兔子一般不搞笑，他问了一个非常高深奥的问题，他说你觉得你可爱还是 XBY 可爱啊、还是新比可爱？那我可以非常严肃以及负责任的告诉你，都可爱，都不可爱。我帅你美，哦不对，万一是个男的呢？我有才，你美丽。
今天的回复时间到此结束了啊。嗯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下一趴。我们下一趴的话，就是来看一下刚才我们在发这个下午的预热的时候，就是你会来到我们现场预热的时候，选了一个粉丝、嗯，现在我们来跟他进行视频连线。视频连线，对，他现在已经准备好了，在这里这边、哦，他已经准备好了。哦，你 Hello， 那我这边不用连线吗？啊，你今天我不用连线了是吧？这个可以，这一趴之后你然后就不连了。其实我就直接拍他就好了。对 ，OK，OK。这趴过后之后，哦，这是在哪里？是在北京吗？还是？在北京，我在你的对角线。啊，对角线，不好意思，我在西北边。哇，你跟说东南西北就有点。我在西北边的道口。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上口西北边，西北边的绕口，左上的五道口。啊，五道口。有。哦天，我不会用这个，我的小伙伴姐姐给我培训了一下，我现在好慌了。没事。哦，大家是不是很羡慕啊？都是自己的第一次。哎，我们这个流程是啊。视频联系的第一个男人。我怎么称呼您？您比我大，比我小。我跟你差不多，叫我唐好了，唐朝的唐。唐女士，你这说的我有一点，确实有一点负担。那个这个，第一个男人，我的天，那你不跟你爸爸不视频的是吧？我们语音。哦吼，他如果爸爸想你的话怎么办呢？哦、oh. 我对这个有点就是太不熟悉了。哈，你是说对你爸爸不熟悉还是说对我不熟悉？就是对那个视频和自拍这件事情都特别的不熟悉。啊，你说是对机器不熟悉，那你可能是还没有用华为手机。当你用上了华为手机以后，你会觉得说哎，世界变得都是那么的简单。好，我这个自拍杆就是跑到华为驴市去买的。啊，是吗？你看真的是华为就是这样的，对，一直为我们提供的便利。嗯、你有没有？以前很少，他那么大分量的假音和高音的声音就很喜欢。然后中间大概在 A 段还是 B 段的时候，那个假音就会让我觉得很，就是他有一种会表达出一种有点脆弱的这种感觉，然后就非常好。然后后面。谢谢就挑上去了吧，那个高音，哎、然后就很高亢，然后他的声音有一种什么呢？就是伴奏的简单和隐忍和克制，跟那个声线的高亢，它形成了一个对比，就是有一种沉默的爆炸的感觉。哇、哎就是哦，老师，你这个分析的真的太好了，我的天哪！老师，您是音乐专业的吧？没有，我是学金融的，但我很喜欢听你的歌。哇。这么厉害，哎，以后也希望在这个金融方面也跟你多学习啊。那什么？好，承让。今天唐朝，你们是说出来吧。啊，好了，因为我们今天还有别的工作任务，所以我们今天的聊天就到此结束了。但是非常感谢你喜欢我的歌，完了以后呢，也非常谢谢你给我提的不是提的意见吧，就是对我的，哦哟，你们有什么东西报警了？那个也谢谢你给我的歌，就是那些评价，我觉得。非常的中肯，然后我也会继续在音乐道路上好好努力，希望有更多的歌会应景，然后你们会喜欢。好，一星圣诞快乐。好，你也快乐。每天都快乐。好，你也每天都快乐。谢谢。好，幸福啊。好嘞，希望你也幸福哈。哎，你是单身吗？是。哈哈，难怪你喜欢 Goodbye Christmas。好嘞，谢谢。其实我也喜欢。好，再见。嗯，拜拜。小伙伴们，我们今天的直播的环节可能已经就到这就结束了哈。一星来那个跟大家说个再见吧，打个招呼啊，拜拜各位。直播可能就到这儿了。好，你是单身吗？单身推荐你，我冬季主打歌，免费的哦。唱两句啊，结尾了不？因为我今天我感冒了。哦，好了。我一直避这个话题，你就一直让我。我相信，因为他们已经说了好半天了，我相信 X Fan 会谅解你的。对，好的。好，谢谢。哎，好。哎，我们的播出状况就是一直这么黑的吗？